lining up for the entry to the annual graduation exhibition of one of China's premier art institutions. 每隔大概2年左右就会来一次，主要是想看一下目前这些新潮的大学生的一些艺术的思想，在学校里面的这个阶段做出一些可能有自己想法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At the exhibition hall showcasing works by graduates specializ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The prevalence of traditional ink and wash paintings, as they are usually perceived, seems less common. Instead, a fusion of different artistic schoo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n be seen, signifying young artists' earnest efforts to seek breakthroughs within tradition.It's a real treat for the eyes. I'm so impressed by the captivating blend of traditional ink and wash techniques and distinct personal styles of different artists. Look at this one. Isn't it beautiful? 我的这件毕业创作呢，主要是中国南方的这样的一个草丛，然后溪流，一个非常非常微观的一个视角。一个人类到了一个山林里面，他可能看到的山水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场景，但是对于一些小生灵，对于一些小蜥蜴来说啊，他眼中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微观的状态。我看你画了一系列的这个蜥蜴的主题，它在不同的地方看这种微观的世界。对，在我们传统的中国绘画里面，这个线索可以被归纳到一条叫做草丛画的这么的一个传统中，那只不过呢，这个线索在我们花鸟画的，或者说在中国画的这个宏大的叙事里面，是属于比较边缘化的题材。那么我也是想希望通过我个人的一些创作、一些探索，把这个题材重新再挖掘出来，再赋予它一个新的、有时代感的这样的一个更加宏观的主题。从下往上这个仰角的这个角度，其实在中国画里会经常被用到哈。对，其实我的这个作品呢，虽然说是一个花鸟画，但是我整个采取的是一个山水的一种造境的方式，把这个蜥蜴和这个小溪流能够很简单的就能够替换成一个人物和一个远山和瀑布的感觉。人类和小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转换呢，其实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魏玄览 believes, for art students like him, finding their own areas of interes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我最近的一系列的创作和思考主要是建立在传统的从宋代一直到明清的一个草丛画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画脉络里面。西方的一些重要的博物学画家，比如像法国的雷杜德呀，英国的其他维多利亚时期的这种博物画，包括东印度公司的一些水彩作品，他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描绘、科学性的研究，对我的整个的创作的结构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也是很希望可以以这种更加科学的，或者说更加现代的方式，把我们中国传统的草丛画再重新的激发出来，再挖掘出来。Yet, for many of these young artists, a mere 4 years of college study is not long enough in providing a definitive path towards their artistic calling. 这是太湖石吗？这个？啊，是的，我整片左右两边画的是那种比较梦幻的浩瀚的太湖，然后中间是一块完整的太湖的石头。绘一些水之后，看着那个水晕开的痕迹，然后再在上面加一些颜料，就让颜料自己晕开，做一些肌理的感觉。那这个会不会随机性很强？对，随机性比较强。大学四年之后，你有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个人风格吗？没有特别明确，这也是我当时画这个画的一个原因吧，风格有变动，所以我在这幅画的时候也是选择了用蓝色和红色来做出一种区分。红色是我的写实的比较具象的对石头的一个描绘，但是这个蓝色就是我自己内心里面想的。有时候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感觉纠结一些，有时候画到这儿的时候就可能会画得比较畅快一些。艺术风格也是一直在思考。对，也是在一直思考，然后又在纠结又在确定，就是来回徘徊的那种感觉。
Forming one's distinct personal style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encountered but not sought after. While many people attempt to find answers by combining Eastern and Western elements, some direct their innovative gaze towards the ancient art of China, which dates back even further.这幅画是为了表现一个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一个交融。然后人物的话呢，我参考了唐代的俑像。俑像？对，唐代的俑像就是那种人俑啊、乐舞俑啊之类的。没有画他们的眼珠，就是希望他们能更有那种文物的感觉。用的是皮纸，吸水性会好一点，然后会比较耐磨。我这幅画就是画了很多遍、很多层，为了塑造厚重的感觉。你大学是学什么的？大学是国画系水墨人物专业的。然后这幅画可以看出来，我从最开始其实就是会比较偏向于墨古法的，我比较喜欢没有线条的这种晕染的体块的这种感觉。到这幅差不多就是大二大三的时候了，接收了一些唐代俑像的那种造型观念，然后这幅其实是一个颜色上的尝试，这个黄绿就有一点像唐三彩的那种颜色冲撞，还有这种流水的这种感觉。Born in Xi'an, the ancient capital of 13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Tian Shengrong has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tery figurines and the royal tombs.It seems that the carved figures from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re imprinted in her artistic soul. 我就总觉得他们好像是有生命的，可以交流的，可以对话的，所以我就会希望他能在我的画面里也出现这些元素。我们老师就也会鼓励我们结合个人的喜好，把它和这个造型结合在一起。我会更往这个陶俑的方向上去靠。到这个时期的时候呢，我就是更加入了陶俑的成分在里面，我会对这个形做一个概括，线条的这个使用呢就减少了，面部呢也会更加的模糊，希望能减去它这个模特的个人特征。Challenging norms, questioning established narratives,and re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rt. Through their intricate brushwork, the young artists have breathed life into the canvas, bridg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Li Qiong, CGTN, Beijing.